那天你到底吃了什么？味道这么芬芳。想学吗？1000起交，配方收费。明天照常给我送早餐，不许迟到。那天洗澡的事情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澡堂子知。要是再有其他人知道的话，管他怎么样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写一本书，《我与冰神一起洗澡》，就地抛售，高声大喇叭叫卖。同学们，那天我和冰神一起，挺火啊你。刚知道啊。